还真是奇怪，这个密码，我拿书可以干什么？啊，干什么？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Oldman。今天我们来玩这一款游戏，叫做《鬼修女》。哦，它这款游戏呢，其实跟这个你们常常一直叫我在想要叫我玩的那一款恐怖游戏呢，鬼修，不是恐怖阿嬷，是同一个类型的游戏。好，我有看过这个游戏的画面了，它跟这个恐怖阿嬷好像差不多吧，好不好？那么希望呢，借由这个鬼修女之后呢，能够减少一下各位想要叫我玩恐怖阿嬷的渴望。然后呢，它左边有分难易度哦，然后你的名字老帅头，你看我不用打，他直接就知道我叫做老帅头了，是不是？没有啦，其实是因为我稍微试玩一下啦。哦，抱歉。好，那我们就这样试试看吧。哦，它上面写说，进度报告，老鹰初中。哦，初中应该是中学的意思，就是中国中的意思。这个学生今年很调皮，必须受到残酷的惩罚。上级母亲将责任纠正犯下的道德错误。亲切的问候。好，我们继续。他能听到你做的每件事情，请注意，他可以在任何地方，你必须赶紧离开学校。天数一，好，我们开始了。然后看一下要怎么玩，怎么拿。我记得好像是昨天我稍有开上来玩一下，应该是按这个吧。哦，那拿这本书，说真的也不知道干嘛欸。哦，我们还可以躲柜子里面，有没有？哦 ，B 卷放的这么可怕，你看，你看。阿嬷长这副德，不是阿嬷，修女，何来可亲？何来的恐怖修女而言，何来？这个修女只想到魔鬼。啊！干老师欸，阿嬷，不是阿嬷，修女大哥你手上不是修女大哥，修女。修女大大，你怎么拿一个榔头啊 ？Holy shit， 不太妙啊！我要怎么蹲下，大哥蹲下啊啊！蹲下是这个啊！我觉得我要稍微设置一下键盘了啊！给我一首歌的时间，等我一下。这个蹲下按 Q 好了，但我觉得我要被抓了。然后好，没问题。然后呢，这边设一个一键 ，OK。保存成功，好，天数三，我可以自由蹲下拿东西。哇，拿东西我还是录不到，完蛋了，他等一下又会过来。可是我必须要设定一下键盘啊，这里。好了，可以了。Oh my god， 快点，开门。哦，我怕。快跑！他说他能听到我的声音，真的假的？那、我要怎么逃离这个学校？啊，不是啊，对，逃离什么学校？啊，他来了。这游戏不能跑吗？我靠，这什么出口？似乎没有电流，完蛋了！知道怎么玩 ？Oh my god！ 好久没有这么刺激了。我可以翻墙吗？不行，我只能看。百叶窗，一个开关激活它，必须要一个开关。Holy god！ 短路了，恢复电流。林北是要怎样恢复电流啦？啊，保险箱！我靠 ！Oh my god！ 是！啊！やめてください！やめてください！やめて！啊！我们，嗨！你好 ！Hello！ 一个人吗？需不需要我保护你啊？我看来不需要有人保护了。我怎么那么难转啊 ？Holy crap！ 别来哦！我说真的，你别来哦！干嘛你老师耶？我要这干嘛？走开呀、啊！我还有很多书，是可以念吗？哦！你是来念书的吗？我可以倒退走，呵呵。嫩，哇，这要怎么解啊？这要怎么解啊？他现在在下面嘛？好，我赶快去刚刚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好像有些线索。哦，有些线索在这个地方，这边通过，我靠，跟着血流走，拿什么？勺子？这什么东西？啊？我可以躲在这里面？
他来了，他来了！哎呦喂啊，我觉得玩这个是过没多久要躲一次啊，不然真的会被他弄死啊。可是我更不知道他走了没，我要怎么知道？我要怎么知道他走了没？我要怎么知道他走了没？应该走了吧？嗨，你好，使用无线电。完了，他拖着那个东西。他在拖着他的榔头啊，大哥！哦，这是什么？叉子，这是可以当武器是不是？我刚刚拿的勺子跟汤匙，这个没有用吧？哦哦哦哦哦！为什么我走变那么慢？我的走路寂寞，别人的这么慢。啊！掉下来就死了、啊，我还不能掉下来这样子啊！到现在我什么东西都没收集到哎、欸、！Oh my god！ 还不管，我直接从正门看一下这里有什么东西可以拿。我从这边会摔死，然后这边是出口。这里我还没去过，洗衣机锁住了。好，哎呦我的妈的呀！你 fuck you！我突然把椅子给纠正，哎不不不，哈哈哈哈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啊那不，巴拉比拉巴拉嘣，巴拉比拉巴拉嘣，巴拉巴拉比比比，这是可以挥的意思吗？小的储物柜，哎呦，他走上去了。怎么办？这个靠霸道员干嘛？巴拉灭火器，这是什么？我觉得他来了，我觉得他来了。哥觉得他要下来了，我们再躲一下吧。他是上去嘛？他不可能从另外一边出来的吧？是不是？啊，又回来了。走个暗门先。Hey man, look at me, Monday night. Fuck you! F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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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a. Oh my God! 我觉得我要稍微设置一下键盘滑鼠了。他居然没发现我哎、欸！他居然没发现我哎、欸！哦，我现在到底怎么办啦、啊？想办法上二楼是不是？看这里不对啊，不是这里啊！还唱歌，还唱歌。把月窗拉下来！靠，不要讲话，妈的！不要讲话，躺在这附近。Oh my gosh， 卖恭维啦！不要讲话，我感受到他来了。Can you meet me, silly queen man？ 我们可以在这边看到他的尊龙吗？又走了。哦，你要烦啊、哦，修女大大，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，修女。这样子问困扰的修女，好像没了、哦，真的走了、哦，那我就出来了。这个地方 是没得躲啊，干完蛋了，死胡同。我有种预感，这家伙等一下过来了。Oh my gosh！ 你给我滚哦！他在那边看着。他在干什么？哦，希望你不要再回来了，希望你不要再回来了，你不要回头。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：永远不回头，不管天有多高。他真的不回头了，怎么办啊？
完全不知道怎么过啊。怎么过，大哥？I like fucking you, yeah, boy. Come on, come on, you asshole. Are you kidding me? Hey, 锁三小，不管了，我就看一下橱柜。哦，妈的，追不过啊，老太太，原来只有个暗门锁住了。有个老太太要五毛给一块，你说奇怪不奇怪？还真是奇怪，这个密码，我拿书可以干什么？啊！大哥，不玩了啦，不玩了啦，最后一天，玩三宿哦。还是说根本就没有办法过啊？这是单纯拿来吓你用的吗？嗯，原来这些画可以按哦。哎，那我们去点那些画看看好了。像这个，你看，你看，把它按下来。哎呦，死狗眼哎 ！Hello, are you okay? Okay, I'm fine.I'm fine. None. I'm fi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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e. 乱。I'm fine. 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。到底有什么东西没有拿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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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！Oh my love, my darling, darling 都被我打开了、欸。这边的画也被我按下来了。那、这边的画呢？来，按不下来。哎，画掉下来了。Oh my gosh！ 来了来了。这里可以躲、哦。啊，那王八蛋。我靠！他爬撸爆哎、欸，是不是？真的，他爬撸爆了，他把他推开了。原来这边有个洞，在哪里？快点啦！怎么过啊？我要怎么离开这里？怎么离开这里？Oh my gosh! Done! 没事，我终于看到他的尊龙了。你的尊龙就是这個，哎呦喂呀、啊！哇，笑甲咧笑眯眯，笑眯眯呢吼。噔噔噔，冷。原来这可以拉哦。What the fuck？ 这是什么东西？啊不！我靠，我死了。啊 what？烂游戏，好不好？烂游戏。我真的被抓起来了，我要卖给路西法了。游戏结束。我觉得一定是有他办法过的那个，应该是有能过的一个攻略啦。哦，我觉得我们今天差不多先到这里，好不好？我老头心脏受不了，快不行了，快不行了。啊、或许你已经玩过了，又或许呢，你要我玩恐怖阿嬷啊？或许你要我玩恐怖阿嬷。哦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。如果你有什么想要交流的，欢迎下面留言，或者按个喜欢啊、哦，按一个赞，或是把影片分享出去。感谢各位收看，好，我们下一次再见喽，拜拜。